你是我想要保护的人，这就是反抗神族的下场。根儿，你会经历生活的磨砺，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，你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他走过死亡幽谷，与不死鸟并肩作战，就是真正的天下战神。如果你选择了这条路，你将会面对的是这个世上最强大的敌人。你想要打败他。 你必须要学会等待。你的父亲，他会为了人族的自由而战，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我想要变得强大，强大到足以与黑龙对抗。根儿，你是新国的王子，也是千万新国人的希望。我们厉兵秣马，披荆执锐。 无论道路多么的艰难，无论对手多么的强大，我们都要取得胜利，直到三界森林可以平等的享有阳光、雨露，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准备战斗！